1917年夏天，19岁的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准备东渡日本，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是周恩来当年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时亲笔写下的日记。周恩来日记中这样写道：1月29日，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得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算计时候仅仅剩一个多月了，种种的科学全都要考，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当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很难考，中国留学生需要先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等机构补习日文。杨昌济、田汉、李达、钱学森父亲钱嘉志、嘉兴第一中学知名校长张印通、日本通张香山等著名人物，及北京高等师范、武昌高等师范早期的很多教职员工都在该校毕业。随着时间的变迁，在火灾与地震的影响下，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原校址早已在大火中消失殆尽。后来它被并入筑波大学，成为筑波大学的前身。经过节目组的多次勘察与资料调研、独家考察和拍摄，发现只有在东京都的战春园内还依稀有着当年的光景。这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加纳治五郎，在日本他被称为柔道之父，同时也被中国人称为留学生之父。1902年，这个地方是第一所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公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加纳先生连续25年在这所学校担任校长，是他开启了接收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校，因此他被中国留学生誉为留学生之父。在回顾百年留日学生时，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来介绍加纳治五郎？其实这与他另一个壮举有关，那就是恢复孔子祭祀活动。这里是东京的孔子庙，又叫做汤岛圣堂。这座建筑建于1690年，它的前身是1632年由日本著名的儒学家林罗山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之下创建的。1907年，孔子祭祀活动终于得以恢复，从那儿以后每年的4月都在这里举办孔子祭祀活动。加纳治五郎先生连续13年出任祭祀活动的总祭司。现如今汤岛圣堂每年4月第4个星期日举行试殿仪式，大成殿中央的神龛上有孔子像，左右祭拜着孟子、颜子、曾子、子思等四贤人。在那个时代，能够挺住压力与时代潮流，遵从本心的人或许很多，这也越发印证了加纳治五郎以及他身后这所东京高等师范学院在传承汉字文明、践行儒学精神的壮举。在这所历经近代教育的体系从无到有的学校，清末以来中国派遣了诸多精英前往深造，因为近代教育的启蒙是当时的治国首需。正如当年归国遣唐使全方位促进了日本文明进展那样，近代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对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面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日新月异，沧海桑田，谁能想到当年中国留学生们卯足了劲儿要报考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只剩下战春园几处旧遗址。这所学校在历史的洪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也承载着当年留日学生们的理想抱负与辛酸拼搏。今天在东京文京区原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屹立着加纳之五郎的铜像，他依然日夜守护着中日两国共同培育的教育成果，警示世间重新审视汉字文明的价值与作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学生们梦的起点，也为有力推动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搭建了